友今天来到神秘的苗人谷，因为湘西自治州有很多少数民族生活，那这边就是由当地的苗寨所形成的一个景区。我们等等要先经过两个溶洞，还有一段水路，要搭船过去才可以到达哦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去探秘一下神秘的苗寨吧。在湘西苗人谷的近寨山门，听说这边现在还有上千户以上的苗人居住。如果一般游客想来的话，门票是68元人民币。这边还有一个近寨暗号，叫做小鸡炖蘑菇。小鸡炖蘑菇。来者何人？台湾人。为国而来。为进苗寨而来。近寨暗号。小鸡炖蘑菇。好，来的都是客，放心。而且刚才下面超高，我根本不敢往下看。如果是我住在这里，应该不会想要出来吧？终于走出来了吗？好喘。第二次船了。这边还有一艘。经过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来到苗人谷苗家寨了。真不愧是传说中末代苗王的所在地，非常易守难攻。刚才一路走来，风景蛮美的，而且还有人在拍婚纱。对啊，其实如果时间够的话，应该可以安排一天的时间来这边好好体验。这边还可以吃苗寨的美食，然后体验苗寨的服饰。刚刚逛完苗家寨了，这里面其实还蛮特别的，因为很多村民现在还生活在这里。这边因为交通比较不方便，所以后山有开一条车道。对，所以你们如果以后来的话，就可以跟我们一样走水路，然后溶洞进来逛完之后，然后就搭车下山。那我们现在要前往苗寨石头屋吃饭喽。